老板，给我一个脆皮鸭腿饭。啊，卖完了。算了，我回家自己做，还挺好吃。食材有鸭腿，调味料有五香粉、白胡椒粉、盐、蒜香粉、糖、乌醋。先取一个小碗，加入盐、五香粉、白胡椒粉、蒜香粉、糖，搅拌均匀。接着将香料粉涂抹在鸭腿上，腌制约两小时。哼，只要泡泡热水，就能让鸭腿快速上色哦。只要在鸭腿表面淋上热水，让鸭腿定型，这样就能让鸭腿快速上色哦。接着将乌醋刷在鸭腿表皮上，刷完之后放到冰箱风干，之后以上下火200度将鸭腿放进烤箱烤一个小时。哇，油亮油亮的脆皮鸭腿就完成咯。